请支持香港台2024 Keep Rolling。Okay. For the new year. So I'll say it one time. 恭喜发财。Okay. Okay, let's do this together. 恭喜发财。回顾呢一年，大家欢笑过，大家伤心过，大家轻松过，大家担忧过。无论呢一年如何，感激身边有着大家。新一年继续相伴同行，大家好，祝大家幸福安好。適應一個新的環境，很多時候都會有碰釘的機會。我們經常都會說安居樂業，安定的居所是先行的第一步。地產威廉用他的獨特眼光、專業、經驗，一定會幫到你們找到一個安定的居所。無論是租屋或者是買賣，選啱先至買。無論你是新來也好，回流也好，那香港來的朋友呢，我知道要重新再適應一個地方是非常之困難的。點都好，打俾我地產威廉6478968939，我一定會盡心盡力去幫你哋。Hi， 大家好，我叫 Jason， 是 TT Auto Beauty 的負責人。咁咧，我哋 TT Auto Beauty 咧就主要會可以做到車身的保護貼啦、鑽飾貼啦，同埋玻璃隔熱膜。咁咧，我哋喺香港咧，其實已經有7年嘅經驗嘅。咁希望就將我哋嗰個經驗啦，同埋一啲好嘅 product 咧，帶嚟加拿大為香港人服務。無論去到邊度都好，香港人，我哋 TT Auto Beauty 一定撐你。在多倫多要吃到有香港味的車仔麵和街邊小食，真是那麼難嗎？我足以找到一間在萬錦廣場的 food court 裡面，他們有香港地道的小食，有鹹有甜有酸有凍有熱，講些話給你們，他是來自黃大仙的街坊，個個都認識的大家姐，地址是萬錦廣場家樂美食坊，卡樂 Express 只此一家。外賣請電905604-8300 905604-8300，記得快點去幫襯。Hello， 大家好，我是 Billy， 是 iPro Driving School 的。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在 iPro Driving School 學車的話，可以上我哋嘅網站啦，係 www.iprodriving.com， 又或者俾 SMS 我啊，係6479636025。iPro Online Driving School 上完保險班，保險即刻有 discount。快啲上 iprodriving.com 报名或短信6479636025登记啦！香港人加油！有人话一新人一定要点都睇一次极光噶。哎呀呀！哇哇哇！好正啊！使斋喺度羡慕人睇到极光啦，自己决定去睇咪得咯。一月孖住阿孖仔 Twin Service 同阿 Yango 同阿 Bruce 就一定睇到属于你嘅极光啦。咁就要跟住香港人最 like 嘅逍遙遊 Twin Service 啦，快啲打電話去 book 啦！我會用8個字形容詠春，就係來、留、去、送、甩、手。直冲，即是话做到就赢。咏春方永康拳术馆，团体或个人授课查询6479283972。Hong Kong Station 香港台，香港人的声音，香港人的主场。
欢迎大家来到2024年2月10号大年初一、啊、香港台 Cross OC Hong Kong 和你 chat，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大宝。今晚呢 James 和我们呢真是、啊、欢庆这个农历新年、哦、喂 James、啊、你好啊。哎呀，首先咧喺度啊，祝各位听众咧就新春快乐咧，就最紧要系咩啊？最紧要就梗系健健康康，就大家都平安啊！系啦，最紧要啊呢一样嘢，即系新蒸头咧，大家都系期望即系身体健康啊，财源广进啊，世界和平啊，家宅平安呢啲咁样嘅祝福嘅句语咧，即系你无论系一年366日啦，今年有闰年，都会好中意听嘅。咁啊，嗱，即系虽然咧今日就大年初一啦，但系咧就澳洲咧啱啱系咧个星期六啊 weekend， 所以咧系唔系咧都系放假。咁啊，即系。同埋嚇，即係大家講翻俾大家知啊，澳洲咧仲未淪陷嘅，農曆新年係冇公眾假期噶。不過咧，就早兩日咧就有個智庫叫 Per Capita 咧，就有個人叫趙明友咧，就話咧就致力推動咧澳洲咧將呢個農曆新年假期咧就變成個澳洲嘅法定假期喎。哇！我听完之后咧，真系啊吓一跳，然后真系得啖笑啊！咪癫啦！呢啲即系我成日都话大家记住啊，澳洲咧仲有80几%系白人嚟嘅，点会理鬼你个农历新年啦？你唔好成日以为咧自己喺一个即系我哋叫做咧市区嗰度咧，见到已经越嚟越多亚洲人咧吓、啊，就啊要卖你账先得噶嘛，大佬。是咁啊，同埋咧，即系农历新年假期咧，佢出嚟嗰个嘅论调咧就几有趣嘅。佢就话嗱，如果咧即系印度嘅 Diwali 啦，即系提灯节啦，同埋吓穆斯林嘅开斋期咧，一齐都做埋呢啲咁嘅大节庆，整个公众假期咧，咁咪反映到澳洲嘅多元文化咯。嗱。听落就好似好有道理，喂！但系吓、啊、澳洲咧，真系出晒名咧，公众假期特别少噶嘛。你搞埋呢啲咁嘅假期，仲要咧，除咗复活节啦，吓复活节就浮动噶啦，因为系跟一个月亮嘅。咁啊，但系你如果要嗱，排灯节又系浮动嘅，开斋节又系浮动嘅，农历新年大年初咧又系浮动嘅，你真系玩死啲澳洲人噶啫。我哋玩自己雇主啫，同啲澳洲人冇乜关系嘅。同埋系咪即系喂？系咪即系其实咁啊？好，就加你几日 holiday， 扣你两日 annual leave。有啲公司会噶嗱，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啦。即系澳洲有一啲，譬如系生产类型嗰啲企业咧。即系你知道啦，即系圣诞节系普天同庆，亦都系澳洲两大最重要嘅节日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会放呢个 Christmas break， 即系由圣诞节开始咧，就一路放到去新历年之后咧，啲人先嚟翻工咁样，好多工厂咧就睇下个雇主究竟系咪好人士啦。有啲雇主咧就我哋就閂廠啦，然後就俾你去放假啦，咁啊，即係新年後之後先開廠開工。有啲咧都係咁樣做，不過咧就叫你扣 annual 啊，真係啊，好有呢個春運 feel 啊，老弟！直頭係春運啦，好多人都係唔係嗱，聖誕節咧，澳洲嘅傳統好多人咧都係同屋企人共聚嘅。咁有啲即係個個都翻鄉，有一啲有屋有鄉下嗰啲咧就翻鄉下，好似我哋啲香港人嗰啲都係翻鄉下，不過係日本嗰個鄉下。啊，你講開又講喎，真係啊，似乎啊，即係啱啱講開日本啊，啱啱咧就啊兩大盛事喺日本發生喎，大哥。冇錯啦，嗱，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啊。即係有一個打美式足球做嘅球員做男朋友嘅 Taylor Swift 咧，就喺呢一個嚇東京咧就舉行演唱會啦。
咁啊，即系佢啊要奔波劳碌啦嘅 Eras Tour 年代演唱会。喂，真系呢一样嘢咧，真系盛事嚟噶。你谂下亚洲地方，即系除咗呢一个日本东京同埋呢个新加坡之外咧，跟住佢都冇其他点噶啦，跟住已经去到墨尔本啦。系啊，喂，佢咧上次系英国开 show 啊，系，哇，声势劲到咧，有人咧系咧感觉到系唔系感觉到系录得系一个二点几级嘅呢个地震嘅，即系啲人喺度尖叫抌地。系，喂，咁啊，二点几级好轻微啫，听讲佢喺呢一个西雅图开呢一个演唱会嘅时候。是超过尼克特制三级的地震，即是人造地震。这个果然犀利了。除了这件事之外，当然就另外就是投往就在这个日本献祭这件事又是很大件事、啊、大哥。没错啊，次线球王美斯啦，他就聯同佢嘅隊友啦，國際賣亞物咧就嚟亞洲做呢一個巡迴嘅即係友誼賽啦，即係預賽預操咁樣。咁啊，三個地方啦，一個就係沙特阿拉伯啦，咁啊，另外就係香港啦，然後跟住咧就最後啦嚇，喺啱啱個禮拜三嘅時候咧，就喺呢一個東京咧就對呢一個日職聯嘅冠軍神户勝利船啦 ，Vissel 啊，咁啊。即係非常之精彩啦！雖然有只係得兩萬幾個嘅日本即係去入場嘅球迷咁去睇啊，喂！但係真係精鋭盡出喎。嗱，我又唔可以講話精鋭嘅，即係呢一個蘇亞雷斯啦，即係前巴塞隊友啦，呢一個係啦，係啦，咁佢啊做呢一個叫做 starting eleven 喎，即係啊首發出陣咁啊，打咗七啊零分鐘，咁啊美斯咧就六十分鐘咧就換入啦，技驚四座就唔講得噶啦，即係跑跑跳跳，即係大下波又嘗試射波啦，咁啊大寶咧就有即係去到呢一個。美職聯的這個國際賣亞物的這個官方的 YouTube 頻道就看直播，其實就我都覺得是有些悶悶地的，但是都有不乏有一些的賣門鏡頭，例如蘇亞雷斯就玩這個倒掛金鈎，即是無功而還，美斯也都即是射一球即系单刀啦、射波啦，最后俾对方嘅球员护空门，真系啊！即系望门轻叹啊！因为听落都哇，即系几刺激，又好似又哇，即系交代到咁。嗱，我哋又唔可以讲交唔交代嘅，咁啊，国际卖亚物同呢一个日职联佢哋去签呢一个合约，即系合约定明啲乜嘢咧，就冇人知嘅。不过咧，啊，即系喺日职联咧喺度揾紧食嘅咧，就系包括呢一个吓，即系美斯嘅以前喺巴塞嘅队友啦，恩尼斯达咧，咁佢有一个足球学校喺日本，咁啊，即系探朋友点都要俾足面嘅，系咯，即系呢镬嘅，即系之前咧就系啊喺呢个啊，嗯。即系特区咧，就即系啊，搞到有少少真系，我哋话咩美中不足啊，大哥。哦，系美斯就唔响呢一度打，所以就有啲美中不足啊。喂，真系老老实实三场比赛喺呢一个沙特阿拉伯嘅时候有伤打七分钟，喺呢一个吓美丽新香港有伤出唔到场。跟住嚇，即係精神時光屋過咗之後咧，就喺呢一個係啦，神户勝利船嗰度咧，都嚇可以打到三十分鐘，再加埋呢個補時啊，三十零分鐘啦。喂，真係呢一個對於一個職業運動員嚟講咧，休息養傷咧好重要嘅。梗係啦，休息係為咗走更遠的路啊嘛，大哥。但是咧，就唔係即係香港嘅即係球迷固之然失望嗱，我哋真係非常之同情，即係買咗飛，
即係有熱切期望去睇佢出場，即係獻技，而即係失望而會嘅球迷啦，我哋係即係深表同情嘅。即係好多人就係真金白銀入去，即係想一睹啦。但係咧，就大家記翻一樣嘢咧，即係買嗰張波飛咧，就係嚇港誒，唔係港，係中國香港聯隊就大戰呢一個國際迷眼物，唔係美斯隊啊嚇。嗱，呢啲嘢你政治正確啊。咁但係即係咁成件事咧，即係唔好意思啊，即係小弟。真係睇唔到，即係嗰個啊，由此及興嘅好處啊，我覺得得啖笑啦。嗱，即係人哋踢波嘅 ，OK， 人哋唔係嚟咧，即係同你做旅遊大使噶嘛，係咪啊？啊，仲要可能都未必出錢添啊。喂，就係咯，唔係後來有嘅，後來有嘅，但係冇後來咧，原來係點咧？即係有林志真定假啦 ，OK 嚇，就話咧係最後咧就話嚇特區政府啊。加碼同啊，即系咧同美斯讲，不如咧你咧就吓去参观下我哋嘅嗱呢个体育馆，启德体育馆系，同埋咧我哋去下呢个叫做咩？游下船河啦，咁啊，喂，咁呢啲嘢要加碼噶嘛，系咪啊？咁加几多？冇问题，加你一秒港纸，一秒港纸你俾我啊？嗱，咁咧。你知唔知佢对上嗰次我讲咗两年前啊 ？OK 啊，系佢咧即系帮沙特啊做呢个旅游代言人啊，吓收咗人哋几钱咧？唔知唔系好多，2亿港币。哦，好少啫，2亿港币，沙特油王俾得起，俾得起。嗱，重点唔系俾唔俾得起啊，大部个重点系。2亿做旅游大使啊！你出100万，笃串鱼蛋都唔得啦。哦，咁你唔可以咁讲嘅吓，即系美斯系慈善球王嚟噶嘛？即系咧，即系老老实实，美斯作为慈善球王咧，佢真系会做慈善嘢嘅，真系啊 ，make a wish 咧，帮两个病童咧去见面啦、握手啦、影相啦、签名啦。嗱，真系我就非常之羡慕嗰两个，即系唔系应该咁讲，两个病童咧患病咧系好惨嘅，但系我觉得佢哋可以圆梦啊，见到呢一个慈善球王美斯咧，我都觉得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咧，真系好。感到鼓舞啊！系啊，即系咧，你点睇咧？即系都好过要啊，兜路喺后边行完之后影相就系见到只耳，咁、又真系有少少落差嘅。喂，嗱，大佬，我又觉得即系有时候无可厚非。我谂大家唔系好知道咧一样嘢，即系我谂好多日都冇乜点讲过。你记唔记得咧？即系前几年咧，有一个国际性好轰动嘅新闻，叫巴拿马文件啊。哦，系啊，系啊，系啊，记得。咁啊，巴拿马文件咧就爆咗好多啲政商界啊、娱乐界啊、体育界嘅啲名人咧，就借助呢个巴拿马呢个避税天堂啦吓，唔系逃税啊，首先。即係先至聲明啊，唔係逃税，避税天堂咧，就讓佢哋啲資金又好啊，收入又好咧，就有一個 safe harbor， 咁啊可以即係個税就可以低啲啦，甚至乎可以即係點樣去合法地咧，就將呢個税金去減低。咁啊，當中其中一個咧，即係連公仔都畫埋出嚟嘅人物咧，就係美斯兩父子。好咁啊！巴拿马文件咧就中咗招，其实即系我又唔觉得话形象好受损嘅，即系毕竟啊，事过境迁过咗几年，你又即系又有身价，你又有你嘅技术献球技，跟住你又有做好多慈善嘢咧，其实都使到底嘅，我觉得都冇乜太大问题。喂，但系咧，即系如果咧，你啊同一啲啊被美国制裁嘅人士啊，唔系一个，仲要系几个咧？又同台又握曬手，俾人影曬相，仲要有埋 video 咧，喂，真係邊度都唔使去啊！係噶，嗱，即係所以點解成日見到隻耳仔咯？誒，即係唔關我事咯。
即系咁啱啫，影咗我耳啫，系咪？系系系啊，千祈唔好任我数，千祈唔好任我数。第一啦，第二样嘢，我谂我最重要，大宝，我哋要睇就系咧份 contract 系写咩？即系如果份 contract 同你讲佢嚟踢波嘅，咁咪踢波咯。咁踢波以外嘅嘢唔需要帮佢做噶嘛？理论上唔需要噶，呢啲咁嘅公关嘢，即系嗱，一系咧就计钱，系要一个合理嘅价钱，事先声明啊，定好咗做啲乜嘢，唔可以做啲乜嘢，有啲乜嘢待遇，咁啊明码实价，签咗之后就唔好反悔，咁你又唔好咧，即系好似啲。即系有啲歌手咧，咪好中意喺呢一个大湾区度登台咧，又跟住或者做商业演出啦，即系简称商演啦。啊，50,000蚊一只歌，100,000蚊一只歌，突然间俾呢一个吓、啊，譬如个商场嘅老板走埋嚟，喂，你不如唱多一只歌啊？得、啊，咪好似吓、啊、黑社会以和为贵嗰个嘅呢个舞歌一样咯。多少钱？嗱，就咁睇啦，大宝。其实有阵时候，如果佢即系你咁得佢开心心嘅，佢可能唔加你钱噶，系嘛？问题就系你氹多人唔开心啊嘛。咁你加几多少钱？佢冇咩而家，佢分钟钱多过你特区政府，佢都唔需要为咗你嗰俾佢嗰下大佬撩牙都唔够嘅钱吓、啊，就搞到自己吓即系啊！同啲被制裁人士握手喎、啊，大佬。唔系，我谂被制裁人士握手咧，即系呢一样嘢咧，就即系凸显咗一样嘢啦，就系、是、可能有一啲嘅官员啦、啊，又或者系政府人士咧，好热切期待咧，即系呢一个公众形象啊，即系香港嘅公众形象咧，可以喺谷底回弹啊，咁。我又覺得好多時候咧，即係你越熱切期望啦，但係咧，即係到頭嚟咧，即係可能手腳做得唔好咧，越熱切期望咧越反效果。咁啊，於是乎咧，即係去到最後啦，得不到嘅時候咧，就想查禍人咧，呢一樣嘢真係唔係好要得啦。嗱，即係咧，譬如啊，即係踢完呢一個神州勝利船。呢一場波之後啦嚇，即係特區政府竟然係有呢一個嘅有呢一個回應嘅喎，就話嚇、啊，喂教練團就話嚇、啊，即係美斯又唔舒服啦，就唔可以踢波，三日後精神時光屋可以踢30分鐘再加補時。喂，你好似即係要有啲合理解釋喎，即係絕對係要咩喎？哇！但係咧，我又唔知點解咧。即日本又唔重富居嘅喎，突然間咧，即時咧，即踢完呢場波之後咧，啊，政府嘅新聞處發表聲明咧，就話咧，即十分關注福島第一核電廠嘅洩漏污水情況，要去同啊日本駐港嘅總領事館咧就核查事件喎。咪查咯，跌出落地攬翻查沙。Anyway， 對唔住，即我哋應該係我哋应该好好去咀嚼呢个游子求兴嘅好处嘅，对唔住。系啦，唔系，我觉得系好多嘢咧，即系以前咧系一啲好专业嘅人咧，即系好醒水咁样去搞掂咗件事。喂，你谂下啊，皇马六条烟二系咯，即系喂搞得好开心噶，都 OK 噶。即系几年前阿根廷国家队踢又好 OK 噶，喂，点解依家揸庄嗰啲人，喂真系？即系我唔好讲系咪泼妇先啦，即系揸庄嘅人咧，即系甩碌处处，即系吓自己承认冇睇清楚啲条款咧，跟住吓濑咗嘢就想赖俾人。呢一个杨润雄局长啊，诶，杨润雄局长咧，其实有阵时咧，黑仔咧系即系有条路噶啦，你谂下，邮轮码头濑咗，系呢、這个吓。跟住呢个美斯事件又濑咗吓，维港烟花搞到旅客滞留又濑咗，喂，似乎真系好似吓、啊、有条 trend 咁、啊，大宝。
系，咪呢啲唔系 trend， 即系咧能力所限啊！即系你有时候咧，即系你譬如吓，你系请人嘅话，你去请一个销售总监，但系嗰个系一个吓出嚟啲销售技巧都麻麻地嘅，怼佢嘅销售总监，你都好大镬噶。哦，即系 job mismatch 啊！嗱，呢个啱我啦，人事啊，咁啊 job mismatch 就其实。咩个嚼得个请佢嗰、那个，请佢嗰个嚼得冇问题啊！呢啲系问责局局长啊嘛，咁咪问下责咯。嗱，问责啊，唔系负责啊。总之咧，今次就啊，面就人哋俾嘅，后边嗰句就冇咁难。你继续咁样出发，你咁样继续咁样，即系你咪攞多几件波衫剪咯。唔系啊，我最惊咧，杨局长咧累埋澳洲啊！又关澳洲事？你知唔知啊？杨局长咧，即系佢做完会计之后咧，90年代咧加入政府做 A.O. 喺2006年咧嚟过雪梨嘅经贸办做过噶。唔系啊，嗱，所以咧就引发咗另一件事啦，即系嗱，佢依家做呢一个吓，即系旅游咩文化嘅局长啦，咁之前做教育局局长啦，咁佢其实喺2006年咧嚟雪梨咧做经贸办嘅时候咧，就生咗一对仔女，咁依家呢对仔女咧啊澳洲留学，嗯，啊。即系望住个阿爸，都唔知佢轻叹好啊，定系咦？你咪阿边个边个个仔？你认错，傻啲，冇错，一定系认错人。No， 那 you've got the wrong person。人哋系勒声英文噶，人哋连香港学校嘅香港嘅教育制度都冇 join 噶，人哋 join 澳洲国际学校噶嘛。即系点啊 ？I'm sorry, I cannot speak Chinese。咁又未至于嘅，咁同老豆都可以讲广东话噶嘛？我唔知啦，啊，即系呢镬嘢啊，即系我真系呢镬嘢咧，系啊，呢镬嘢咧，美斯最大镬啦。嗱，两个月后咧，佢就应该要去下潘多拉国踢友谊赛。喂，即系啊！阿姐姐咧，即系出埋，哇！姐姐话唔欢迎佢噶 ，disgusting， lie 同埋 hypocrisy 啊，即系又虚伪又讲大话，嗯 ，disgusting， 仲有背后有黑手添啊！嗱，大家认啊，大家咧就学下英文啦，黑手喺佢嘅英文咧就系 black hand，sorry，anyway， 呢、这个啦，冇办法，因为即系阿前老总阿、老胡已经话唔排除有呢个外国势力系要令香港难，我唔系大宝。外国势力系咪讲紧呢个阿根廷新上任嘅总统咧？吓，即系呢个右翼嘅经济学家呢一个总统吓，即系话要。即系放弃以前同潘多拉国即系搞咗好好嘅一带一路，依家要拥抱美元嗰、那个啊？喂，关佢咩事啫？讲紧美斯啊嘛，外国势力啊嘛，唔系啊，人哋剑指紧呢、这个即系美帝噶，你唔好咁啦。哦，系，即系话班主咧，以前班主个老豆做 CIA， 嗯。即原来咧 ，CIA 咧，即系一个非常之臃肿嘅呢一个政府机构啊！我谂随时咧，佢嘅雇员有3亿美国人啊！哇，咁犀利！全部都系外国势力系嘛？即系你知道啦，你前几年都听过啦，嚟嚟去去咧就系话，嗯 ，CIA 嚟搞嘅，一系咧就系、是、啊收咗美国佬钱，嗯，美国佬真系好有钱。哎呀，你谂下。啊，真系啊！回建国人哋有中文名嘅，睇下而家啊，剪烂呢件衫，
正版定翻版先？佢话正版噶。哦，128淘翻嚟嗰啲啊嘛？唔系噶，人哋有埋 certificate， 话成三皮嘢噶件衫。哦，好，唔紧要，唔紧要，即系呢啲咁样嘅，唉，真系。新蒸头搞埋呢咁嘅嘢，你话几咁唔好啦？嗱，不过咧，大家就唔好失望。走咗梅建国咧，年初四啊，香港贺岁波咧，就有一班真系真金白银，逐个球星逐个球星签嘅吓，即系有晒啲咩戴卫伟拿啊，喂李华道啊，跟住咧就大战呢个香港嘅元老球员啦，喂，山道士都有份啦，我话死啦，真系我同阿 James 两个咧年纪大啊，我哋细细个已经睇山道士踢波，去到2020年代都仲系睇住山道士踢波，你话几大步？念旧啫，念旧啫 ，OK。好。咁啊，嗱，即系初四嘅元老赛啦，即系睇下就睇啦吓。咁啊，即系都有球星嘅，唔使担心，即系唔系一队咁样又有咩嘅。咁啊，断个球星签嘅，所以吓，即系应该冇甩碌噶啦啩。知唔知啊？你知呢镬嘢好明显系冇睇干净啊！我净系听过呢一个系。我只是听过呢、这个 IT 界的一个定律叫 不是 IT 界的定律， IT 界的定律叫 Moore's Law， 我是听过一个、啊、即哲学界或者心理学的定律叫 Murphy's Law、我都听过是啦，有什么机会会衰的就会衰了，算吧，我们都是拭目以待咯。系咁啊，所以咧，即系睇下啦，即系过几日呢一个贺岁波究竟系点样啦。嗱，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咧，真系讲一啲同澳洲极度相关嘅新闻啦。即系新蒸头都系要讲噶啦，因为唔讲咧，即系唔讲唔安乐啊。我哋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和你 check。Okay. For the new year. So I'll say it one time. 恭喜发财. Okay? Okay, let's do this again. 恭喜发财. 在美洲生活，揸车梗系唔少得啦。想找一间香港人的驾驶学校，我 William 帮到你。有经济问题的真香港人还可以有手足驾添。路试一剔过，冇难度，快啲俾电话我啦。请支持香港台。2024 Keep Rolling。 好，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一件是发生在我身上切身的事，就是大家应该会看到新闻，就是关于港共政权在香港呢正式透过高等法院的一个即程序，那我申请了法庭就颁布命令宣布我在香港是破产的。那应该大家有印象，就这个消息不是第一次传出来的。那本来第一次的聆讯呢应该在一月底去进行的。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有没有解释，那突然间那个聆讯之前他就出个通知说他改期。跟住就轉咗去二月初，咁所以點解即係到最近呢幾日先至呢件事發酵？咁呢件事出嚟咧，就其實我覺得冇乜實際嘅意義嘅。咁所以我會形容即係今次港共政權嗰個申請我破產，我覺得係當然係針對我嘅言論啦，針對我嘅政治取態啦，同埋我繼續喺國際上在海外所做的就是為香港人爭取自由的工作，絕對是用一種經濟手段來打壓的，算是一種持續的跨境鎮壓。跨境鎮壓就不只是這樣，之前就在香港我的外家的親戚他都會去到去做滋擾啊等等，又有100萬元紅通緝令，但是申請破產是一種經濟手段，可能是一种即是心理的威吓更加多啦，咁又或者是佢挪威啦，
或者搵啲嘢做，要证明即係佢继续追击緊我啦咁样。咁唔知佢嘅动机系乜嘢啦，咁但係早知係打压呢种係好清晰嘅。咁要留意嘅就係、是、呢一次呢种嘅做法呢，我知道都可能会发生喺其他人身上，即係我当然係最明显嘅打压对象啦。因为我持续都听到有啲离开香港嘅香港人啦、手足啦，佢哋以前都系香港，或者离开香港之后都有高调去发声嘅，有批评港共政府嘅立场，而佢哋都会收到一啲税局追税，咁就话佢欠税。咁有啲已经公开咗讲咗㗎啦，即係譬如阿杰斯阿师叔咁样啦。咁有啲佢冇公开讲嘅，但私底下我都第一身听到，就是有好多嘅欠税欠款。咁我觉得港共都系开緊一个即係以金钱财政打压呢个方向。咁就先营造咗你欠款，跟住就如果你唔返嚟处理呢，或者唔使啲钱去请律师去处理呢，咁佢就宣布你破产。咁作为另一种嘅即係打压。咁对我嚟讲当然系冇乜影响啦。咁我喺个人喺澳洲生活，咁我亦都喺短期之内都睇唔到会有返去嘅日子啦。即係因为港共政权仲系掌权，香港未系自由嘅社会，都唔见得我会返到去啦。咁所以对我自己讲实在嘅影响唔系冇嘅。正常嘅生活正常嘅财政状况，咁亦都系正常咁返工。咁即使好多人都关心啦，咁对律师牌有冇影响啊，就冇影响嘅。我每日都系继续返工。咁啊，需要上法庭就继续上庭，系冇影响。咁所以，但系对我嚟讲，可能就系一个好多人话已经洗湿咗个头，翻唔到转头嘅人啦，即系可以nothing to lose， 即系都冇咩损失，可以继续去啦。咁但系对好多香港人嚟讲，系一个心理压力嚟嘅。即系如果我喺海外继续发声，我继续做组织香港人嘅聚会，同埋一啲就算文化嘅工作，会唔会触怒到香港政府，跟住又？哦、我爭税，跟住就申請我破產咧。對香港人嚟講，即係除咗喺刑會翻去香港會面對刑事檢控之外，就算財政上都係一種壓力嚟㗎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啦，即係有呢、這個情況會出現嘅。咁但係都起碼我個人嚟講，大家係唔使擔心啦。破產係影響唔到我絲毫嘅。咁就呢、這个第一样同大家分享啦，即係同大家交代我个人嘅即係而家嘅情况。第二件呢想唔分享，即係都冇理由唔讲下，全程都熱烘烘都讲緊微思啦，去到香港。咁发生咗啲咩，我諗但我都唔使多讲，大家都睇咗好多，睇得好清楚。咁我讲下我啲一啲嘅观察啦。我最留意嘅，我自己都好关心件事就係、是究竟香港人点样睇呢件事，因为呢件事嘅性质呢係可以是香港嘅国际大丑闻嚟。呢事嘅性质呢係好伤害香港嘅声誉，整体嘅声誉，政府嘅声誉，或者整体香港营商环境嘅声誉等等。咁香港人有咩心态去面对呢？咁先唔讲球迷啦，入场嗰几万人里面，我唔知有几多香港人啦，应该都有相当多嘅，咁都系相当多大陆人啦。咁但系对于嗰班入咗场，即系真心想净系想睇波唔理政治嘅呢个，当然佢哋系好惨嘅。当然佢哋系无辜嘅，佢哋系会愤怒，呢个系好正常。咁但系更多喺全香港境内，又冇入场睇波，佢哋咩心态呢？如果系境外嘅香港人，都几清晰嘅，即系我作为一个喺境外。他们对这件事是对美斯的做法呢是拍手掌的，是甚至觉得鼓舞，因为他觉得种种迹象显示美斯的取态都是故意去落港共政权里面，他又没握手又没合照，都黑黑面不打招呼等等，种种迹象都显示他是想去回避，是想去杯葛，即是跟官方有任何的联系，亦都唔想作为佢嘅政治宣传工具啊，做花樽，都几明显嘅。我谂大家都有呢个结论。咁呢个系一方面啦。咁但系呢个情况底下，
喺好多海外香港人嚟讲，系觉得香港政府唔值得任何赞赏。佢喺打压晒所有人权、拉晒所有人、搵晒所有人坐监之后，践踏人权自由之后，系唔值得有任何即系国际上喜庆嘅事或者助庆嘅事，去显示翻香港回复平静啊，同埋成功啊，一切如常啦，亦都系生活愉快。离开咗个香港人，当然系最唔想见到，即系一来就自己已经做好抉择啦，二来就系觉得都系一种所谓滥炒嘅概念啦，即系喺呢个政权底下，宁愿香港活喺一个痛苦嘅现实里边，就系同世界脱轨，去渐渐变成国内城市，再渐渐变成好似俄罗斯、北韩等等嘅一个专制国家底下嘅管治，都起码俾人睇到一个现况。香港系咁差，都好过继续温水煮蛙，好似翻去十年前、二十年前等等，觉得香港冇事，慢慢接受咗呢个现实。海外港人系咁谂，咁境内里边嘅香港人又点睇呢？我呢、這个我当然唔喺香港境内啦，我又好难去有第一身嘅脉搏。但我自己嘅观察，我都觉得系香港人系宁愿港共政府衰落去。虽然当中会有好多阵痛啦，即系特别留喺度要生活嘅人，要面对经济下滑啦、股市下滑啦、经济慢慢变差等等，但我感受到嗰种心情都系宁愿有美斯呢啲咁嘅人去话俾全世界听，去全世界睇到好真实香港变差嗰一面，去变成一个专制直极权。一个反民主、践踏人权嘅国家嘅一个地区啦，即系中国都变成咁样，宁愿一啲国际巨星唔好嚟啦，宁愿啲国际巨星去杯葛佢啦。我相信我自己感受到，就算喺境内嘅香港人都系较多系咁。咁当然就按住政治立场啦，即系政治立场越支持民主自由、西方一啲嘅价值嘅人，就会越系咁谂啦。咁但系呢个都好反映咗，即系香港人喺经历咗呢几年嘅打压之后，嗰种宁愿滥炒嗰种感觉都仲喺度，咁都系好显示到香港呢一刻嗰个香港人嘅情绪好扭曲啦。我相信就算我自己睇到美斯咁样做啦，或者好多人睇到美斯咁样嘅杯葛香港政府啦，会心凉嘅同时，都在内心深深处都是会有对香港的心痛的。咁呢个都是我哋香港人嚟紧好多日子要面对啦。即个情况就等于见到好多年轻人喺仲香港嘅法庭里面受苦，面对好多嘅牢狱嗰种心痛啦。咁但系都宁愿世界去声援佢哋啦。宁愿全世界都睇到呢个现实，而唔系好似以前咁歌舞升平，当系香港乜事都冇发生咁。同大家分享呢种嘅情绪，我谂都系代表咗好多香港人心里面嘅谂法。咁今日系新年嘅日子啦，咁就大年初一都系讲翻啲喜庆嘅啦。好希望大家新年进步，咁就。龙年啊，我听嗰首网上好 hit 嘅《龙的传人》，一首好讽刺政权、港共政权或者中共政权嘅歌啦，谂翻起，咁希望香港人可以喺好多重打压、好多嘅困难、好多嘅阵痛之中，但系都有揾到轻松嘅时刻啦，可以揾到平安啦，可以用我哋香港人嘅精神。19年到而家我哋都冇变过，保持住内心嗰种盼望，面对住好多嘅痛苦底下，我哋都可以坚强啦。咁所以喺新嘅一年，我最大嘅祝愿就係喺香港受苦嘅人可以快啲得到自由，香港可以係好似以前一样咁自由，亦都係有一个新嘅景象啦。咁当然我都好希望可以回到香港，我都相信有生之年这日会来的。新的一年是的 ,2024 年一个龙年，
祝大家是身体健康，身心都平安。回到嚟另一节嘅和你 check 啦 ，James 啊，呢一单新闻咧，即系虽则系新蒸头啦，但系我觉得都系要讲嘅，即系虽然可能吓唔系好老礼咁样，冇办法啦，因为我呢单嘢咧喺即系国际社会就未必非常轰动，但系对于澳洲嚟讲咧系非常重要。做嘅一件事啊，就系咧，澳洲有一位华裔嘅学者咧，喺潘国咧被判处死刑，系而家缓刑当中嘅。系啦，咁啊，呢个澳洲学者就叫杨恒军啦。咁佢就喺呢一个2019年嘅时候咧，就原本系纽约咧，就去广州机场入境，咁啊，原本系有啲嘢做嘅，咁就俾人周咗啦。咁然後就關押到而家，即係叫做五年嘅時間啦。當中就有一啲嘅秘密審訊啦。然後即係我哋嘅外長黃英賢啦 ，Penny Wong 啦，有出聲就去即係去斡旋啦。阿爾巴尼斯總理即係舊年啊，即係圓夢啊，即係去咗個潘朵拉國去訪問嘅時候啦，即係報稱啦，佢自己講啦，即係。即係唔知道究竟最後個 record 係點啊？報稱咧係有同咧個小熊維尼咧係提過咧個楊恆軍被扣留嘅呢一件事啊！即係究竟係即係話犯呢個間諜罪啦？究竟係乜嘢間諜啊？即係攝取啲咩資料啊？個案情係如何啊？嗱，由於咧係一個秘密審訊咧，所以咧係一概咧就冇消息嘅。直到即系啱啱呢个礼拜咧，就佢嘅屋企人咧就喺系啦，就收到一个消息咧，就判咗刑。咁啊，记得咧，即系喺当中啦，即系所谓嘅秘密审讯啦。咁嗰时咧有即系澳洲嘅大使啦，副官汉啊 ，Graham Fletcher 咧，就尝试去见佢啦，又或者尝试喺即系开审嘅时候咧就去列席啦。喂，大佬！秘密審訊啊，點列席啊？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副官漢，即係依家又俾人換咧，都係好正常嘅。即係嗱，呢一個楊恆軍，即係發生事，你又好似嚇咩都做唔到。之前呢一個記者成累，又即係早咗幾分鐘去公布呢一個潘朵拉國一啲經濟消息，又即係叫做泄露國家機密，又判咗刑，又跟住嚇即係放翻出嚟。个理由系乜嘢都做唔到，真系好鬼废嘅呢一个咁样嘅吓，即系澳洲大事。啊，又咁睇啦，即系有阵时你面对嘅对手咧系唔按章法出牌嘅，我又唔会好怪佢嘅咧。嗱，不过讲开又讲，嗱，既然讲开呢个人，咁啊，我相信首先咧都要同大家去交代翻啦，究竟咧佢系何许人？咁话说咧，其实嗱，据说啦吓，咁咧佢咧就系即系系从呢个1989年，即系都几耐噶啦，就企喺国安部咧就做咗成10年嘢啦，亦都喺香港同埋喺呢个美国嘅华盛顿咧系做过嘢嘅，然后咧喺1999年咧就移民澳洲啦，3年之后咧就成为咗澳洲公民啦。亦都系咧，攻读咗呢个博士学位嘅。系咁啊，读博士咧，咁系 UTS 啦，即系雪梨科技大学度读呢个博士学位啦。咁啊，依家即系成日为佢出头，即系发声嘅冯崇义啊，就系佢嘅即系博士嘅指导嘅，系啦，即系个导师啦。咁啊，即系不断咧为佢发声嘅啦。我觉得最顶瘾嘅咧，即系嗱，杨恒军咁啊，即系做呢一个嘅研究啦，即系做博士嘅研究啦，又写一啲即系关于潘朵拉国同美国政治嘅文章啦，写下即系间谍小说啦，应该鬼形鬼声嘅，我就冇睇过。咁啊，但系咧，你记唔记得啊 ，James 喺呢个 UTS 啊，雪梨科技大学咧，同时有呢一个吓澳潘嘅研究所咧。那个吓、啊，
即阿头咧，阿罗真咧，非常之拜潘多拉国嘅，直头好似代言人咁样啊！真系我觉得吓，喺呢一个学术界嘅光谱，甚至乎系一间大学里面嘅光谱咧，可以阔到咁嘅。哦，咁先至表现出咧，澳洲咧系嗰个多元文化同埋咧嗰个接纳性嘅大宝。系，咁啊呢个系一样嘢啦。另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让到澳洲人咧感到系愕然同震怒咧，就系、是、喂，你又秘密审讯，一嘢就话吓、啊、死刑，然后跟住缓刑两年，缓刑两年咧就理论上咧即系根据呢一个惯例啦，即系。大家就不可作准啦，戴翻个头盔惯例咧，即系你九个人系咁样咧，第十个唔一定噶。咁啊，如果你喺狱中嘅表现良好啊，冇干犯其他罪行嘅咧，两年后咧就唔会剥离嘅，就应该会改做终身监禁。嗱，如果真系两年后可以改成终身监禁，咁诶，对于潘国嚟讲咧，又好好使噶咯，又系一个人质嚟噶。其实。去到最后咧，都系啊呢、這个人质外交嘅其中一粒种子啦，好大机会啦。第一啦，咁第二样嘢咧，就我谂大家都要留意翻啦。佢喺国安做过嘅，喺国安做过，而最后移民咗澳洲，最后而家系被即系吓用呢个间谍罪去审判佢啦。咁当中都即系事出必有因嘅就。佢话吓，即系无啦啦咁样吓，嚼佢嘅一来人质外交之余咧，佢毕竟咧，即系曾经咧系啊，呢个效力过呢个国安部啊，大部啊，系啊，即系呢啲就系掌握呢一个吓，即系重要资讯啦。虽然系一啲比较历史嘅资讯啦，即系如果你问佢依家吓国安嗰、那个我哋所谓嘅 organization chart 系点样咧，佢都可能未必讲得出。但是90年代啊，到系啦，90年代嗰个嘅 organization 咧，佢应该比较即系点都会有一啲料嘅。因为你90年代咧，其实就正正系即系直到咧呢、這个改革开放嘅时候咧，可能当中咧有好多啊不可告人嗰啲事情啊，就唔系好想咧向外界咧去披露啊。是啊，咁啊，但系即系呢一单嘢都系极度回响啦。即系大埔有一啲即系做生意嘅朋友无啦啦同我提起呢一单新闻啊。咁啊，当然啦，澳洲广播公司系有报道嘅，即系各大报澳洲嘅报纸都有报道。但系即系有啲不知就里嘅就会觉得好愕然，我哋有个人拉咗啦，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吓，审咗啊，第三样嘢死刑啊，咁啊，即系变咗系。即係好大鑊啦，於是乎咧呢、這個壓力煲咧就轉咗去呢個外長黃英賢同阿爾巴尼斯度，咁啊黃英賢自然就係、是、嚇、啊、要出嚟講翻兩句嘢啦，即係話嚇對於嚟講係好心痛啦，或者即係搞咗五年啦，咁唔確定都唔知嚇係、啊、生係死啊，究竟係唔係要判？對於嚟講咧，即係好煎熬、好痛苦啦，咁啊所以。佢都會覺得澳洲政府咧將會以最強烈嘅措辭咧傳達我哋個回應。乜嘢叫最強烈嘅措辭咧？就係嚇喺一個即係呢一個判決出嚟嗰一日咧，就即刻 call 咗呢個駐澳大使蕭千咧，就去召快，召咗20分鐘。召20分鐘有咩用咧？召20分鐘話呢個係中國內部事務嚟，佢咩咁？係啦，咁啊。系啦，咁啊，阿尔巴尼斯总理咧，亦都出嚟咧，即系又系讲啦，即系呢样嘢又系啲不可接受啊，又或者系呢啲咁样嘅，即系系唔啱噶啦，咁啊，所以就叫咗我哋又系嗰啲咩激烈回应啦。喂，激烈回应咧，依家咧传媒啊或者舆论咧压力压阿尔巴尼斯系乜嘢咧？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好似阿冯崇义啦，即系佢嘅阿。即系阿杨恒军嘅好朋友冯崇义啦，即系博士导师嘅，佢都话千祈千祈千祈唔好咧，就系着眼于咧个同潘多拉国贸易嘅短期利益咧，而牺牲咗杨恒军。
因为呢一样嘢呢喺道德层面上啦，喺尊严上啦，基本人权啦，甚至乎澳洲公民嘅一条命仔度呢，係完全站不住脚嘅。呢啲有样事呢，即係你问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就係呢出声保护或者出声要求執行呢个公义嘅竟然係即係华裔嘅人士，而唔係返即係一啲即係西方啊，擁護緊自由民主價值嘅，即係所謂嘅一啲嘅，即係西方人咯。我係啊，呢位好得意嘅呢位。係啊，依家咧輿論燒緊嘅嗰樣嘢咧，就係即係逼阿爾巴尼斯咧，係咪暫停？嗱，有幾樣嘢咧係可以暫停嘅。第一咧，暫停呢一個即係所謂嘅貿易嘅協商啦，即係紅酒啊、龍蝦啊，仲未解封嘅嚇。呢一樣嘢要協商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新嘅潘國嘅總理李強咧，就係、是、據報咧，可能喺今年嘅較後時間咧，就嚟啊訪問呢一個澳洲。咁係唔係應該要閘住佢，唔好俾佢嚟咧？甚至乎係小熊維尼都個 invitation 咧都要收翻。喂，我覺得咧呢三樣嘢咧加埋咧都唔夠強硬。即系最好咧，就应该系咧，即系将 Camper Down 咧就删咗佢。嗯嗯，嗱呢个就难啲嘅，即系讲真嗰句啊，咁啊，起咯，可能到最后就好，你过嚟好，我同你啊，即系倾下偈冇问题，你放佢先咯，即系又系即系可能咧，都分分钟嘅。即系冇话话，佢就系睇到变数，所以咧咋咋谂咧，执住你一两件先，然后咧就攞嗰一两件咧嚟同你讲数。呢、这个都系潘局都几常用嘅招数嚟嘅，吓、啊，即系用个原因吓，吓、啊，即系尤其是唔系净系澳洲噶，但系大家不嬲都知噶，吓、啊，你知美资公司甚至加拿大两个 Michael 到最后。两个换一个，有佢就数啦。啱。咁啊，但系咧，即系吓，你唔好以为咧，即系澳洲咧就即系谂办法去拆掂呢样嘢啦。其实潘多拉国咧都谂紧计拆紧呢样嘢。话说咧，即系某国咧，即系任何文件咧都唔讲信用噶啦。呢个咧都唔系第一日识噶啦。最好笑咧就系大宝嘅记者朋友阿肖邦哥咧，佢发现咗一样好有趣嘅嘢。咁啊，话说咧，外交部咧，即系阿 James， 你成日睇开嗰啲即系新闻，你都知道外交部咧每一日都有个嘅即系记者会，又跟住就回答啲记者嘅问题啦。咁啊，有一扎啫，嗰啲系。系啦，有一扎嘅战狼就会讲啲嘢。嗱，其实咧呢啲咧系有 record 噶。在外交部的网站你可以 download 回 某一日的新闻，即是记者会的答问呢是有 record 的。这样呢他呢就肖邦哥呢就找到呢2019年呢即是杨行军被人压了之后的新闻发布会的其中一个官方记录呢被人篡改了，应该是外交部篡改了啦。咁當日咧，佢咧就係話咧，即係嗰個外交官啦、啊，就回應呢個記者嘅提問嘅時候咧，原本嗰句啊係咁講嘅，關於你提到咧涉及呢一個中國公民楊軍，即係楊行軍啦嘅個案咧，我哋就冇咩可以提供最新嘅情況啦。咁樣咧，係、okay. 啊，嗰時係阿六。陆康去做呢一个嘅即系新闻发布，阿肖邦哥咧揾到咧，佢突然间咧将嗰句嘢咧就改咗，关于你涉及呢一个公民杨军，唔系中国公民。即系啊，好明显啦，留条路俾自己啦，个已经系啊。喂，但系即系一个堂堂嘅泱泱大国，即系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嘅会议嘅唔系叫会面记录啦，或者叫记者招待会嘅记录，个 record 都可以改俾你睇喎。我都揾唔到，
你冇睇，你冇睇1984嘅咩？得，即系吓某国系最讲信用嘅，系最信守承诺嘅，冇错。系啊，系啊，咁喂大佬，你冇睇1984嘅咩？呢个系啊，好诶，好典型啊，典型啊嘅1984里面写嗰个啊模式噶嘛。我今日同呢个国家咧，即系 friend 嘅，咁我就会改晒所有之前嘅嘢去。佢话俾人听，我同呢个国家 friend， 我听日咧同嗰个国家 friend 咧，我将我所有之前嘅纸嘅文件全部改晒，就变咗同嗰个国家啲人 friend 噶嘛。咁人哋1984早已经写咗噶啦，你 surprise 咩？我唔 surprise。哦，我当然都唔惊讶，但系佢好似即系当晒全部人都系傻仔咁样，即系吓，即系世界上互联网嘅记录系可以 archive， 可以攞翻吓，即系。改之前的 record 噶嘛，咁你一嘢一对照就知啦。呢个你知唔知？我有一次咧，我同个即系我同咧一个即系朋友啦，即系从潘国嚟嘅，咁系一啲比较年轻嘅，即系30岁嗰啲后生嘅，即系后生仔后生女啦。咁我倾开呢啲问题咯。哇！咁但系啊，你成日俾人和谐嘅嗰啲嘢，咁你点知道啲嘢吓点样可以攞到咧？真定假嘅咧？咁啊，跟住望我，跟住佢几得意啊！佢望咗我一嘢，咁然后咧佢就好整繁华地咧做乜嘢嗱 ？capital 噶嘛，咁哦，都系啊，我哋 cap 完图咪自己 friend 度 circle 嚟咯，咁我啊吓，即系果然啊，即系。即系惯咗喺呢个地方，即系平时嘅生活咧，果然你有张良计咧，就真系佢有过墙梯嘅啦。唔系因为咧，即系口讲无凭啊，所以真系 cap 图保护自己啊。呢样嘢咧已经系国粹嚟噶，即系我哋成日喺商业世界讲，好多时候讲个信字吓。啊你真系唔好向嗰度试啊！重要嘅嘢点止讲三次啫？咪系咯，即系你今日可能同佢 friend 地吓，第二日可能有少少争拗，突然间同你报国安都似啊！系啊，所以啊，即系点解吓我呢个朋友话 cap 图噶嘛，老细咁样啊，都系啊。保护吓，即系保护自己一个好重要嘅方法嚟噶。而家喺潘，但系依家 cap 图咧，佢都话你假新闻啊！算啦，欲加之罪就何患无辞咧，大佬。系啊，咁啊，我哋即系会继续密切留意住呢个杨恒军嘅案啦，因为其实即系你咁样无啦啦咁样又秘密审讯咁样，跟住就吓就判刑。喂，其實我哋香港都有過嘅，我哋都知道，即係外交部咧都有出信咧，去即係話翻俾啲香港人知咧，佢哋有關注嘅，所以就唔使擔心啦。咁啊，究竟喺香港扣押嗰個係邊個咧？大家都眾所周知嘅，47人案咧，我哋之前都有去即係 cover 過嘅。咁啊，可以翻睇翻我哋之前嘅集數咧，就知道我哋講邊個啦。咁啊，即係。两个啦，一个喺潘国，一个喺香港，即系愿佢哋平安啦吓。咁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咧嚟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咧，喂，我哋真系要讲喺财经嘢啦。唔讲财经嘢咧，啲人唔会理我哋嘅，尤其是吓即系澳洲嘅财经嘢咧，可能好多香港人咧都好关心。我哋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和你 check。For the new year, so I'll say it one time. 恭喜发财 okay? Let's do this together. 恭喜发财。香港台2024 keep rolling. 翻到嚟另一节嘅和你 check, James 啊。啱啱呢个礼拜咧，澳洲储备银行咧就第一次议息啦，2004年维持呢一个吓 cash rate 现金息率不变4.35%，我相信好多供楼嘅人士咧非常失望，
因为呢其实呢讲真嗰句我呢就好想去减息嘅。可惜呢人哋 IMF 呢就话澳洲呢仍然经济大好基础上加紧呢就啊需要继续控制呢个天热嘅经济最好呢就系、是、要加息。啊，咁啊，可以抑制呢个通胀啊嘛。喂，听完一人一额汗，大佬呢镬嘢佢维持不变，我已经觉得好好。IMF 呢啲真系乱咁讲嘢，真系应该拉佢去打。嗱，即系其实澳洲嘅经济数据咧都尚算 OK 嘅。咁啊，啱啱12月嘅 CPI 啦，即系消费物价指数咧按年啊。升幅是 4.1%， 喂，已经比这个即是所谓的经济，即是经济分析师呢去估计呢是已经低了。那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即是这个数字一出来之后呢，银行又好，分析师又好，就算是供楼那班人都好呢，很憧憬呢可以減息，可以減息。咁但係好衰唔衰咧？外圍嘅市況咧又唔係咁嘅喎。嗱，英倫銀行咧啱啱移咗息，都係維持利率不變。美國嘅聯儲局公布出嚟咧，個利息咧都係繼續不變啊，5.25%啊。咁啊到5.5%啦，因為佢哋會喺唔同嘅州，即係唔同嘅州都有唔同嘅。喂，但係即係傳統嚟講嚇。我哋成日讲澳元咧系一个高息货币，什么叫高息货币呢？就系佢嘅现金息率啦，通常咧系比美国联储局嗰个利息咧系高嘅。咁啊，但系依家咧吓联储局嘅息率咧系5.25%，澳洲储备银行依家平咗息都系4.35%。喂，我哋真系争咗吓90个点子。喂，冇计嘅，因为。外圍其實今年是有輕微我哋叫做衰退的風險，但澳洲似乎暫時都未有嘛。係，澳洲就未有呢個經濟衰退的風險啦，繼續係好渴求嗰啲人噶，唔使擔心嚇。2023年啊，正移民人數啊，正流入係超過50万人啊，相對於美麗新香港啊，正流出咧就真係。即是高下立见啊，咁啊，即系呢50万人，你又要食啦，又要住啦，所以咧，即系租间屋咧，即系一房难求啊！你知唔知咧？旧年咧，传媒报道啊，这个雪梨嘅租盘啊，空置率咧跌到1.11%。嗱，呢个又事实嘅，因为身边都真系有朋友咧，系因为。种种原因啦，就需要租屋嘅。系，我哋都知道啦，即系同佢倾开偈啊，咁啊，哇，佢租嗰度真系阴公，真系啊，咁鬼贵。虽然咧，即系附近有学校嘅，apartment 都搞到吓、啊，即系差唔多去到4位数一个礼拜两房，我就觉得有啲夸张咯。喂，接近4位数字嘅一个礼拜租金啊，周租啊，我觉得要澄清翻，因为好多即系仲喺香港嘅朋友咧，以为啊，即系1000蚊澳纸租一个月，你就想啊，1000蚊澳纸系租一个礼拜嘅。一个礼拜啊，大佬。系啊，咁啊，其实好多传媒都报道啦，即系有啲即系业主就即系按年咁样去加租咧，系可能系。即系6嚿水，可能6嚿水、7嚿水租咧，加你2嚿，俾咗9嚿水喎。喂，真系啊，我哋叫寻租客咧，即系坐喺度啊，即系坐喺度数银纸啊，真系好过去抢啊。系啊，对比起我谂，对比起呢个啊疫情嘅时候啊，就有大量嘅租款咧，就因为啲人翻唔到嚟啊嘛，啊咁啊，周街都系嗰啲我哋叫做家具啦，因为啲人翻唔到嚟，去收屋嘅时候咧，又唔可以立咗人哋啲家具，就唯有抌咗佢啦，大咯。于是就成个即系成街都系，即系完全系一个好大嘅，即系好大嘅一个 contrast 咯。系，所以变咗
租屋嘅又系好惨啦，买楼咧都唔见得好好多啊。即系租盘咧，我听过有啲近省嗰啲咧，即系澳洲就好兴噶啦。租屋之前咧就 open house 或者 open unit 啦，就俾啲即系潜在租客睇下，喂啱唔啱自己先 ，size 啱唔啱先？喂，即系旧年嗰啲咧，近省嗰啲咧，随时系100台客嘅。系啊，因为。其实呢就我想而家喺澳洲嘅租屋呢，尤其是喺雪梨同埋喺呢个墨尔本啊，咁房价贵啦，咁有人计过嘅，其实喺香港呢 ,2023 年嘅呢个资讯啊，你喺香港呢你要啊一日不学呢大概差唔多19年啦。咁你就可以即係夠錢買地方食啦。咁阿雪梨其實都唔差㗎喎，即係要13.3年㗎喎。Melbourne 呢即係墨爾本呢就要差唔多10年呢就排第八。香港係呀。所以呢我前兩年呢就有一個朋友咁啊同我講話，哎呀好難負擔啊，好慘啊，因為佢即係即係叫 single parent 啦，咁梗係慘啦 ，single parent 得一份糧嘅啫嘛。咁佢話：哎呀，即係買樓又好，住屋又好，好慘。我話：梗係啦，你由呢一個 demography 啊，即係最難負擔城市第一位嘅、就是、香港啦，搬去呢一個最難負擔城市第二位雪梨啫嘛。如果你真係負擔唔起，可能你要去第三位，即係温哥華噶啦。唔係啊，你仆街 Melbourne 咪得咯。第八位，哦，咁唔系，咁你即系由第一跳去第一嘅第一地狱，跳去第二地狱，咁即系再下一格咪第三地狱咯。哦，咁我冇得咁讲嘅，嗱，即系 by the way， 其实咧，即系点解话呢个即系墨尔本排第八咧吓？因为我之前听过咧，系十年前喺墨尔本买嗰个 apartment， 同而家其实都系咁嘅价，冇升过。嗱，呢啊此言差异，嗱，即系根据呢一个恒隆集团嘅老细吓，陈启宗嘅老豆陈真希话斋，买楼最重要系三样嘢，系 location。喂 ，CBD 嚟噶、哦，就系、是、CBD， 所以 location 系非常之唔得啊！你真系有所不知啊！你知唔知即系大宝成日喺墨尔本出没啊 ？CBD 啊，嗰啲咁样嘅或者 CBD 嘅南岸啦、啊、，South Bank 咧，佢哋啲 apartment 咧，简直系大量供应到咧，你好似睇呢一个吓、啊、李安纳度嗰套《潜行空间》咁样啊！最后底层嗰、那个咁样嘅混沌空间，哇！啲阿巴文简直系一望无际啊！唉，真系。同埋墨尔本市中心咧，好嘅学校咧，唔喺嗰度咯。MIT 唔喺嗰度，唔系 ，sorry 啊 ，Melbourne 系咯，墨尔本理工唔系喺嗰边嘅咩？唔系，咁嗰啲系大学啫。咁你大学之前？梗系要读小学同中学噶嘛，咁即系冇办法啦。嗱，但系嗱，话虽如此咧，其实咧，即系你又唔好讲到大宝系咁睇墨尔本嗰啲 apartment， 其实墨尔本嘅 apartment 啊，唔计 CBD 啦，其实咧都升值好多嘅。不过咧，即系大家众所周知啦，即系澳洲买楼又好。英國買樓又好，加拿大買樓又好咧，都係一樣噶啦。即係有塊地咧，就值錢好多嘅。下 part 問咧，點解升值潛力較低咧？就是、因為冇地啊，有一格咯，係啦，有一格咯。咁但嗰一格咁就即係息隨轉變啦。但係同香港唔同噶嘛，香港係嗰、那個地都嗰、那個地都唔係業主噶嘛，那個地係嚇即係政府噶嘛。咁啊，所以就係有一個好唔同嘅。嘅諗法咧，大家要轉一轉啊！咁啊，即係最近咧呢一、這個即係房地產嘅一個 research house 啦，就叫 CoreLogic， 咁喺澳洲嘅。咁佢話咧，過去20年裏面咧，嗱、啊，即係話雖如此啊，墨爾本 CBD 啲樓係唔值得買㗎嚇。
墨尔本啊，整体墨尔本大墨尔本嘅地区吓，二十年里面咧嘅apartment 嘅价钱咧系上涨咗120% 啊，个楼价二十年120%。120% 就其实差唔多，因为我好耐好耐之前都听过咧，澳洲咧大概系十年一翻嘅，即系翻一倍啊，翻一倍啊。咁咧20%你照计咧又真系差不多喎。所以 OK 噶墨尔本，嗱雪梨咧就115%，即系稍为逊色啲啦。布里斯本咧81%咋，冇你所讲嘅翻一翻啊。布里斯本系对我嚟讲啦，就系冇头先雪梨同埋墨尔本个，你话 location 啊，咁相对系冇头先讲嗰两个地方咁理想嘅。个原因系咧，点解咧？因为布里斯本其实系河边啊，即系喺条河环绕，好多河应该话佢个城市系建于，就变咗咧由佢亦都系近呢个风暴带啦，即系比较多我哋话台风咧 ，tropical cyclone 咧就会去吹袭布里斯本。咁好多时候咧，就你住近啲低洼嘅地区咧，一浸起上嚟咧，哇，真系唔系人品啊，老细。嗱，所以咧呢个嘅房屋保险咧就应运而生啦。嗱，有啲地区啊，好似 James 所讲啊，我哋叫 flood zone 啊，或者 flood prone 嘅 area 咧，即系一落大雨，河水泛滥，即系浸咗你间屋嗰啲咧，系好多呢咁嘅 flood 嘅。保险咧系不受保噶啦，已经即系叫做咧你自己买嗰笪地噶，与人无有啊。哦，咁呢个嗱，其中一样嘢啦，跟住仲有一样嘢啦。咁第二样嘢就系、是、即系布里斯本其实咧，大概喺六年前、七年前左右啦。OK， 其实佢哋喺市区嘅 apartment 咧个估值啊，即系向同。去即系贷款啦 ，OK 啦，个估值咧去到七成，你都赢噶啦，啊，所以点解佢个升幅咧系较呢、這个雪梨同埋墨尔本咧系低咧，吓、啊、就系咁解咯。系咁啊，所以都系 location 啦。咁啊，即系 core logic 咧就继续讲落去啦。哇，120%，墨尔本啊 ，apartment 廿年升嘅价钱，哇 ，OK 啊。其实咧，佢讲咧，即系平均值嚟嘅啫。即系我讲啊，即系 CBD 咧，就可能即系廿年都系南澳一梦啊，应该就唔会嘅。十年南澳一梦系 OK。咁啊，墨尔本地区咧有85% 嘅即系 suburb 啦，佢啲区咧嘅 apartment 咧已经超过咗100% 噶啦，廿年。咁啊，有啲咧超过200%。喂，我见到咧呢啲咁样嘅地方咧。明噶，好多啲亞裔人士會住嘅地方，例如呢個嚇布力般嘅南啊 ，South Brisbane 啊，南布力般係又係好多嘅。咁跟住咧 ，Mulgrave 啦，即係喺以前嘅 Waverley Park 嗰度啦，即係球場啦。丹頓龍嘅北邊啊，丹頓龍南係啦 ，South Dandenong 就唔好啦，即係一個依賴客嚟嘅。跟住好多越南人聚居嘅 Springfield 啦，同埋 Springfield South 啦，哇，嗰度啲越南嘢几好食噶，红旺喺嗰度。OK， 明白。所以系即系系200%啊，呢啲讲紧200%啊，系啦。始终都系睇区嘅呢个，就算喺澳洲点讲都好啦，咁啊，尤其是啊，有啲区咧就有学校咧，我哋叫做学区嘅地方啊。更加咧系即系会升得犀利啊！因为咧即系尤其是即系亚裔咧都好想咧就啲小朋友咧就去读一间好嘅学校。冇错，咁所以无可厚非嘅。咁啊，即系讲到啦，墨尔本有85% 嘅区就翻咗一倍啦，雪梨咧得58%咋。因为雪梨本身已经高啊嘛，咁变咗佢再上嘅话就一定唔会好似墨尔本咁，
升得咁緊要，同埋人口都係嘅，人口出嚟不嬲都多噶嘛，係咪？咁於是乎咧，就嗰、那個demand 咧就更加犀利啦，就競爭更加大啦。有陣時可能喺嗰個價格方面咧，就升幅咧就並冇咧即係墨爾本咁快。啱，你呢個道理都好正確，因為個 base 大嘅。即係你100萬去翻個 W 就200萬，同你一個50萬翻個 W 只需要50萬咧，係爭好遠嘅。咁啊，除非你喺啲舊區翻新啦，即係我哋知道，即係好多啲阿瑞咧住 apartment 咧都揀下，即係呢個窩打路啦、Waterloo 啦、Alexandria 啦，甚至乎咧嚇，即係啲老華僑好中意講嘅烏拉圭啊、烏拉圭咧。都是很多 apartment 同埋新區啦，即係新起 apartment 嘅地區啦，應該咁講啦。咁啊，好多啲亞裔人士啊聚居喺嗰度，即係你都要揾個地方住噶，唔一定要住有塊大地嘅大屋噶嘛。apartment 都殺啦，係咪？我諗呢個有少少係即係點講咧？係新嚟嘅，即係新移民啦。一个佢会比较感觉到系同佢以前嗰个生活模式相近嘅一个即系居住环境咯，即系附近有，譬如我哋头先讲啦，乌拉圭嗰边啦 ，OK 就讲嗰度啦，就会行落楼就会有食肆啊，有超级市场啊，咁啊，咁呢个就真系好相似，系即系香港啦，譬如啊嗰、那个生活嘅模式系真系似嘅。所以我冇话我识得有啲新内澳嘅香港人嘅朋友去搵屋，跟住咧就好避免咧即系乌拉圭啊或者 Macquarie Park 啊嗰啲，佢话。喂，望完之后啲 apartment 会一望无际咁样，又楼下有个大商场啦吓 ，Macquarie Park 就有个大商场咯。喂，咁我好似去咗一个将军澳，一个即系你会发觉入到去商场，可能你都系唔需要识讲英文嘅将军澳啫。系啊，然后喺个商场度有条路行出去就可以即系搭 lift 上楼噶啦。哦，系噶，系噶，而家因为 Macquarie 好似迟啲会再改建添啦，即系喺呢个喺个商场嘅上盖仲会起嘅，咁到时就更似。系，咁啊冇办法，即系始终即系人系多噶啦。嗱，雪梨一地咧系唔细嘅吓，香港十一倍大，但系问题系你啲工唔系周围都有啊嘛。咁你所以咪集中喺嗰啲地區，即係你係啊，你係可以周圍起樓啊，但係起樓跟住你點翻工？即係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我諗係所有嘅即係全球一啲大都會咧都會面對嘅問題，即係等於啊 James 啊，如果你仲喺香港做嘢嘅時候啊，或者揾樓嘅時候啊，即係除咗學校網係其中一樣嘢會考慮，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總係有一個嘅目標就係、是、喂呢度。出中環幾多分鐘先？哪怕你依份工可能係觀塘，咁呢個就當然啦。即、就、係、是、你會唔會比較容易去翻工啊？又或者係你會唔會比較容易啲去即係我哋叫做去 access 到，譬如話MTR 咁樣容易啲去到搭車嘅咁樣。咁你當然會係希望可以係揾到一個地方係會容易啲搭車翻工簡單啲咁樣嘅，就算喺度都係噶。你會發現其實如果你係我哋睇翻啦人士啦，即係又睇翻自己個專業啦，其實好多人揾工嘅時候咧，其中一樣真係會睇嘅就係佢近唔近屋企嘅。哦，咁佢好正路嘅，因為即係雪梨。是香港十一倍大嘛，咁你喂我冇理由去请一个人翻工要揸2个钟头车嚟噶，你真系唔好玩啦、啊！就算佢肯嚟啊，我都担心佢啲有钱啦、啊。啊，此言差矣，此言差矣。小弟咧，真系曾经有个同事咧，嗱喺边度翻工咧？喺摩病，即系呢度大陆。OK， 金宝镇附近。系啦。
咁嗰位同事住边嘅咧？佢住 D Y， 滑浪圣地，冇错啦。咁我有问过佢嘅，我话你每日翻工要几耐啊？佢话一程两个钟，系。我话你真系好爱服工，爱与责任系两个钟嘅大佬，肯定系因为爱同责任啦，亦绝对唔系因为穷啊。唔系穷咯，佢我话你两个钟嘅一程，我话你喺架车度做咩？系啦，我同人讲啲话咯，同埋听 podcast 咯，同埋听呢个有声书咯。哇，你真系我高质生活，嗯，我真系我呢啲我真系服两个钟一程。系啦，咁啊，所以。即係住邊咧，都好好考慮一下。即係好多人咧，都係諗，喂，究竟住雪梨好啊，定墨爾本好啊？有時候就有啲即係新來澳嘅香港人咧，其實就冇得揀嘅，因為可能咧佢份工咧就喺香港個 office 咧就 transfer 過嚟，咁你個 office 喺雪梨就只可以住雪梨噶啦。咁啊喺墨爾本咪只可以住墨爾本咯。咁啊我各自咧。都兩個城市咧，都識得有人咧，就係、是、因為一份工 transfer 咧，所以就兩邊都有嘅。咁啊，即係呢個自己考慮啦。不過咧，呢、這、一個嚇、啊、地產佬世邦魏利士咧 ，CBRE 咧就有研究主觀覺得咧，長遠嚟睇咧，即係雪梨嘅 apartment 咧個市場都係會超越墨爾本嘅，因為即係喺2023年啊，即係新來澳人士有36% 咧係去雪梨嘅。哦，呢、這个三分啦，系啊，多过三分一噶，呢个好正常，呢、這个好正常，即系都唔知点，不过唔知点解嘅，我真系唔知嘅，即系点解，即系拣雪梨咧？雪梨真系，我嘅观察系咧，即系或者系其他啲猎头公司嘅顾问，即系 feedback 翻俾大部知咧，就系话咧，如果你澳洲你都系翻工噶啦，但系如果你系想搵一间。澳洲建立澳洲 base， 甚至乎喺澳洲嘅股票市场上市嘅澳洲公司咧，好多嘅，即系佢哋拣嘅总部咧系墨尔本多过雪梨嘅。嗱，之但系咧，跨国企业啊 ，MNC 咧，好多嘅总部咧都系拣雪梨多过墨尔本嘅。咁呢一样嘢咧，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其实都讲咗噶啦，你咁样点解会系雪梨比较多啊人嚟？就如果你系喺MNC Sicon过嚟嘅，咁你好大机会咧，间公司嗰个 base 咧就系喺雪梨啦。咁变咗你就会嚟雪梨咯，就系、是、咁样简单。系啊，咁所以点解吓？雪梨受到呢一个国际大公司吓，即系投资啦，嚟设立办公室嚟招来啦，所以点解吓变成呢一个即系最难负担城市第二位咧，就不是有原因，即系唔系冇原因嘅，咁啊，即系咁啊，希望大家搵多啲钱负担到，咁啊租楼就租楼，买楼就买楼咯。哦，系个，喂，点啊？只可以咁嘅咋？系啊，咁啊，所以变咗系啦，即系心痛不如马上行动啊！如果唔系咧，即系量化宽松啊，即系资产嘅价格只会越嚟越上升，咁啊，越嚟越难负担噶啦。即系唔系嗰个美丽嘅城市，或者系啊，佢嗰个北望嗰、那个即系大湾区咧，就真系吓冧紧档咁样啦。我都系睇唔到有自吸引嘅好处嘅，都系嗰句。大宝系悲观嘅，始终都咁啊，系啦，咁啊，所以系咯，咁啊，讲下楼，讲下呢、這个，讲下通胀，讲下 CP， 讲下呢一个议息嘅结果，咁啊，就完结咗我哋呢一集嘅节目噶咯。下个礼拜咧，即系年初八啦，系啦，咁啊，又有另一集嘅节目咧，又为大家带嚟更加多即系澳洲嘅资讯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和你 check。拜拜，拜拜。For the new year, so I'll say it one time. 恭喜发财
Okay? Okay, let's do this together. 恭喜发财。いただきますと言ってから、いただきますと言ってから、ご飯を食べると、ご飯を食べると、曾共渡困阻奔波每日年。靜太，想找你買車保啊。那房屋保險你做不做啊？那你保什麼？靜太保險，保你條命啊。你好嗎？哦，Hi Eugene。I'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ay thank you to Hong Konger Station and their subscribers for all the support and trust that they have given my team.It's been a rough 2022, but with your help, you know, we were able to achieve a number one real estate team award in North Richmond Hill Remax Realtron office, and I thank you guys for that. Buying and selling real estat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s that people make in their lives,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choose the right real estate agent for the job that can advise the clients. And one of the biggest traits that the agent has to possess is obviously the knowledge of the marketplace.And has to be trustworthy, honest, and professional. 大家好，我是地产铁三角庄新。无论你们有任何租务上的问题啊，或者买卖的疑问啊，咁你们随时可以欢迎打电话俾我哋啊。咁我哋都可以会尽力去帮你去处理嘅。咁我哋嘅电话是647-629-8281，647-629-8281。Thank you.如果你瞓醒起身觉得腰酸背痛，又或者越瞓越攰，咁你就要考虑下换一张承托力啱你嘅身形同睡眠习惯嘅床褥啦。如果床褥太腍，你瞓觉嗰阵腰部会下沉，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压，搞到腰酸背痛。如果床褥太硬，床褥同你腰背之间出现空隙，肌肉缺乏承托，如是者身体嘅支撑点如头、膊头、臀部将承受压力，然而影响到血液循环。将床褥要慢慢瞓，梗系要试过先得啦。快啲拎起你个电话，打416-321-1882，揾李安家私倾下啦。床一定要拣最舒服嘅。知唔知边度有车身维修或者喷油服务啊？嗱，其实我哋 Technic Motors 咧就唔止净系整车噶。胎花碰撞啊，车身维修、喷油呢啲咧，我哋都做埋噶。咦，咁啊，即系揾你哋就可以搞掂晒？咁梗系啦。另外近排咧又多咗好多香港朋友过咗嚟，当中咧我知道有啲可能仲系新手车主添，有啲关于车嘅保养嘅嘢咧，佢哋可能都未必知嘅。嗱，例如咧点去入玻璃水啦，或者见到一啲维修灯着咗嘅时候咧，可能都唔知点算好。咁其实大家咧可以随时打电话俾我哋，或者经过铺头嗰阵咧揾我哋倾下都得噶。Technic Motors， 我哋一站式汽车维修专门店。温暖嘅屋企，一家人齐齐整整，你话系咪几好呢？初嚟报道，人生路不熟，未有加拿大工作经验，要做到银行按揭真系有啲难度噶。有啲银行帮唔到手之余，仲浪费咗时间，搞到一肚气。银行唔 do，we do。太容易。关心你的按揭专家，电话查询647-239-0682，电邮 rex@redo.mortgage。
Hong Kong Station 香港台，香港人的声音，香港人的主场。